2014年4月10号，团员在天山神秘大峡谷。4月20号。4月20啊。开始进入到秘密谷。走上来的时候挥挥手。现在外面的天气大概在16度。来，上来时要挥挥手。嗨。哇，好久在这里见到。哇，你们从哪里来的？哇。澳洲来的。澳洲来的。澳大利亚。先生在这里等多久了？哦，我这等了一辈子了，终于看到你们了。那等你等一辈子了。你们从哪边来的啊？我们从澳洲台湾。哇，我这边等好久了。很多久了。等一辈子了。黄姐、陈大哥。你们要慢慢走吗？还是在这里就好。OK， 好。好。那安全注意哦，